今天还有课？当然了，我要到7:30左右吧。说的话不用拿，你有没有背出来？没背出来哈、不可能吧你、好，这一条会不会？看老师啊，第九条，对，那就先看第九第十。
音再加上一个动听新歌就可以了，主要就练这个，你书不拿好了，回去练。星期一在哪个？星期一也不能来了，因为我们星期一要开会，就是只能我们班还有一堂课嘛，还有一堂课的话七月份过来再上。我全天都在这儿，我早八到晚八。明白了，那我反正星期天的时候，我反正他有中午或者那个时候过来。行，帮忙拿，反正我都在。啊，我晓得了。好，我让他再练练，还不错的，挺好。这什么还不错？他家里都没怎么那个。我忙顶了，反正就是让他改改手型啊什么的，熟练度还可以的，不要再快了。嗯，那我晓得了。好的，拜走了，拜拜拜拜。然后最主要的是一个加强力臂。手指力，加强手指力。一个是可能是啊，4点到4点半一个，半个小时的，然后5点到5点40，6点20到7点，6点20到7点，7点到7点40，7点40到8点20，我们8点半下班。攒点经验吧，然后收集收集经验，然后可能需要，自己开一个琴行，这个最大的心愿了，自己开一个琴行。